车快一点，就是马上要完。明年得，等明年这个雨大了，我就能发了。还有文明村那边学生到五河八街的时候才回来。在玩了没有？不会，就我明年直接有时间出来了噻。明年你回来啦？咋？当时在文明村那边有河坝，哪一个河坝的？有在那边。